今晚吃什么？天使上菜喽！超奢华茶汤和牛火锅来喽，耶！欢迎收看 Jamie Central。我是齐小光。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赖。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改版第一集，没错。上周的运动会呢，圆满落幕啦。那今天，我相信非常多主播跟非常多宝宝们非常想要来这个单元，因为今天这个单元呢，除了是吃美食之外，因为我们节目就会邀请一些平常吃不太到的，或是价位比较高等的餐厅来到这边，就是一个网路要排队，或者是大家要排一个小时以上的，我们才愿意来，就是邀请他上节目。那如果说哎随便就可以吃到了，我们何必邀请他？对，通常我们今天找的餐厅，大概就是一周之前要先打电话去定位的，而且我们真的是一周。对啊，因为我们节目很大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天使们的那个嘴都比较难喂，比较高一点，因为他们吃太多好吃的。我是讲的是因为平常都太有钱了。美食就是关关，就是先是第一个首选，代表人物。因为你的脸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不 OK。但要怎么样才可以吃到这些食物呢？对，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条件，我们的条件呢就是 OK， 我们只要为你们，我在 cue 你啊，你在 cue 我，你在 cue 我。好，那我讲一次。我以为在彩排，他都没有讲了，好 OK。反正我们的主播条件呢，就是没有超过一百等，含一百等哦，就是一百等以内的。然后收集150个 DA 特质里，就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录影机会啦。是的，就可以来录影，然后吃美食。然后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公布一道神秘料理。然后这料理连我们主持人跟小管家都不可能可以吃到，一定要达到一些投票的一个标准，我们才可以让他揭晓这是什么样的料理。但今天有点厉害，这关有点不太合理。因为我怎么连我们也吃不到？因为以前我们多那个就是想吃就吃，对，我们都随便吃，然后拿回来吃都可以，大吃特吃，然后还可以我们主持，然后这个料理我们还不能吃，这是因为他们现在为了要提升这个质感，然后我们也不能乱介绍，还要慢慢细心品尝，这样。哎，好吧，那我希望好期待那个等下神秘的料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请两位讲一下，我们怎么样节目奖励我们的奖励呢？来，有哪些奖励先跟大家讲一下？谁？来猜拳，猜拳，剪刀石头布。第一的主播，你们两个等下会被我们打。大伟哥特制的 DA 徽章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个就是大伟哥自掏腰包，每期榜单前五名可以获得奖金以及好礼耶。第一名可以获得3000元，以及获得我们直播框一周。然后我们第二名的话可以获得1000元，跟我们直播框也是一周。然后第三名呢，也是一样有奖金，就是500元，跟我们直播框一周。然后我们的4、5名也是一样有奖金的哦，所以我们1到5名都是有奖金的。所以现场的朋友，我们的主播可以赶快搜集我们 David Studio 一起来上我们的新节目。那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第一名以前，就是以前的做法就是每一次都会直接进档，那我们这一次的保送名单只有一次的机会。那如果你还想要一直赚钱的话，就尽量把自己维持在2、3、4、5名这个名字。对，但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除了那个保送榜第一名只能一次之外，你其他收集150一样是可以每周抽到，每周都来。对，就是还是可以抽奖。对，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小榜，就是会累积看谁来的比较多次，你就要再吐3000给我们。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一直赚钱，就是可以无限的来参加啦。那这礼拜五如果没饭吃，也可以直接来这边抽。如果平常偏没有东西吃，你就一直努力的抽，上节目一直努力的抽。因为以前呢，就是这种都还是要经过很多考验，这次不用，直接给你们吃，就是而且是重复的来哦。但是因为在我们录影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防疫的措施，因为我们其实上周是抽了3位主播，但是有一位主播爱爱呢，他现在正在居家隔离，也非常，我觉得也很感人，因为他主动告知我们这个东西，先给他掌声鼓励，完美示范。
百，因为像我们就最近台湾有发布11个那个旅游景点，没错，它就是在其中一个。那我们现在就是，还有吗？谢谢我们的爱爱，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一些防疫小规则，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先来有一个小板板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个防疫小规，帮我们挡住。不是因为这个防疫小规则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政府说不能去的地方，需要居家隔离14天，你主动告知我们节目单位，我们会帮你延后，就是你的名额是没有取消的，还是可以来录影哦。来，第一点，在疫情期间呢，成功通告，对不对？是的，老师。因为你在我在念，因为这刚讲过了，因为政府公告自主隔离的人请假录影的延期上节目，我们就是会帮你算好14天的下一周再来录影。然后这个状态是你必须要提出证明，不是说其实你是别的有事情就不来，你要给我们饭店的资料跟你的一些出完的照片。如果你真的有心要骗，你订了那个饭店也 OK。也是也不可以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告你，好不好？ OK， 好，下一个，请假仅限疫情防疫期间内哦，以政府公告景点为标准，其他景点恕不受理，好不好？那第三点，请假机会只有一次哦，如果你很白目又去很多两三次的地方，我们就是放你一次，第二次就直接取消。好，如果特殊状况者，制作单位保有最终决定权。然后最后一个，请假需附上证明，制作单位照片，慢。若无法提供证明的人一样是照常放弃哦。但我这边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你为了想要上节目有那种欺骗的行为，称是一对好吗？我们不鼓励，但是我们会做什么事我不知道，好不好？不鼓励，但是想要知道你会做什么事，老师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你们就是准备报警或是上法院。哎，后面还有啊，后面哦，后面还有那么多。好了，请假者录影时间会调整为出游日的，好，这刚刚讲过了。来，第六点，抽上节目主播当下，如果我们等一下抽，你们当下说我正在隔离，我们马上帮你保留名额，然后帮你算14天之后再来录影，所以还是有抽到的哦。好，来下一个，参加录影的主播抵达时间发现，如果我们现在都是量体温跟口罩了，现场抵达现场，如果体温超过37.5度的话，请你马上回家，而且他是说含37.5。对啊对啊，因为到这个度数就是代表你有发烧了，那我们会等你的那个病完全好了之后，才会让你再来录影，然后要医生证明，而且是下一期就可以上。所以你自己出门之前，你自己量体温，如果37.5，你就直接赶快讲，不要多跑这一趟，感染到我们也会生气。好，好来抽上节目之后，主播为那个肺炎确诊者，为了保护病患，几分？看一下什么？好 ，OK， 老师，因为想说刚刚有讲过很多次了。好，如果如果你确诊的话，影响到我们的权利，没关系，那我们就是用另外的方式补偿你，你就不要来录影，好不好？先把自己顾好，先把自己顾好，我们会找另外一个方式来补偿给大家。对，这是我们的防疫小措施，来，请喝一杯水。真的吗？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些症状出现的话，尽量是以在家里为主，然后或者是去做一些上网查一些相关资讯，然后不要就是错过这些资讯，然后却不知道，然后将会造成更多的麻烦以及误会。因为现在非常时期，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如果你真的不舒服，跟我们讲，我们绝对是可以通融的。我们是一个有爱心、有良心的节目，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还好好照顾自己啦。那如果你还是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也是欢迎你们继续投票以及在榜上冲票这样。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欢迎两位来宾，第一位来宾，欢迎他登场。欢迎第一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小佑。然后如果喜欢听歌啊、聊天的，欢迎来到我直播间，然后追踪我。你开播时间是什么时候？大概都是晚上10点之后。大概是晚上10点之后，每一天播吗？几乎每天播。好，我们掌声欢迎小佑。来，接下来欢迎第二位来宾。Hello， 大家好，我是吃货底家的嘉恩。如果你晚上肚子饿，就一定要在6点多。不行，我现在七点播就要来看我每一天都播，然后的 ID 是搞怪妞嘉恩，就一起来跟我吃好吃的东西吧。所以是6点还是7点？7点。好，我们谢谢我们嘉恩。中间啦，先讲一下，因为今天两位主播都是之前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对啊，都是新的。哎，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直接选的，他们真的是抽签，你们又花了很多时间在冲榜，对不对？就是为了要来参加我们吃的东西。那为什么之前运动会不来呢？
哦，我也有在抽，你也有吗？确定？那嘉恩你有抽吗？有啊，我认真，我每一周都抽，然后抽到你们好像有什么奇乐战队的一个宝宝都会来说加油哦，加油！我就说一个宝宝，你把他们放在哪里？他们有名有姓，我忘了叫什么了，鱼宝吗？对对，鱼宝，对鱼宝就很认真，我就觉得他好棒哦，非常尽责。没有，我必须帮嘉恩讲，因为嘉恩真的很棒，因为他真的很每次都会收看我们节目，真的他都在，他都在，他很大声的回复。那小六今天是什么了？心情不太好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感觉今天气色很差，那个多久没吃饭？告诉大家，可能两三没有，不是啊，两天刚才。你平常吃饭会吃好料的吗？都吃便当居多。Oh my god， 吃便当我们也是。我看今天就帮两位好好的补一下。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小佑，自从上次录完发生什么事？因为上次其实他的那个片段蛮特别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先来问一下，你上一次来是我们有对你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吗？没有不好，没有不好，没有不好。那后来呢？回去通体舒畅。那是什么？你要讲清楚，你从此爱上按摩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次是按摩还是色情按摩？那次来的时候是做一个正宗的泰式按摩，正宗的泰式按摩。正宗。那老实讲，那天录完，你有跟家人说妈，我被欺负了？没有没有没有，还是从此爱上。因为你妈妈也是有在看我们直播，对，她那时候她妈咪一直在，一直留言，而且上面写说你直播开始有在做按摩那件事情。哦，我有时候就是可能太累，回家太累的时候，我会叫我哥帮我压背。真的假的？然后是上次那种压法？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躺着，然后踩你的背，用一个趴的姿势，然后请我哥帮我，就是从脊椎后面那个地方那样往下压。你确定你哥哥不问你可能会受伤？不会不会，他自己很。你确定哥哥有时候不是跟你吵完架以后才做？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我请他的帮我。Oh, 但是比如说你上那个片段流传在我们节目当中流传了很久，我们先来看一下 VCR。小月好像开始了。刚刚我们没有欺负他。按摩，杰哥你要干嘛？小佑要干了，镜头拍下来太鬼了，等一下，小佑，这画面是走的，因为没有声音啊，就真的是这样，他掐他脖子，他把他脖子。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对来宾都是非常的用心的，因为我们得知他非常非常喜欢按摩，好怀念哦。而且你知道这家按摩师傅，他还把我的那个剪接他们变成一个特辑，嗯，然后我脸丑到不行，我即将放在他们的店里，对，纯正信函给他们，先跟他收钱，先跟他收钱。他那时候帮我们，那个是真的很就是很用力的那个状态，可是你是喜欢按摩的，嗯。是不错，因为可以就是通体活络筋骨。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瞒着小佑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因为少了另外一位来宾，想说啊还有多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欢迎要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小佑。好，我们先你又来了，我们就送你一个小礼物。没错，欢迎植物春秋的师傅。欢迎茄子姐，笑不出来，再配合我们的茶药。小佑，你刚刚那个笑容是。我想，小时候我开个玩笑。欸，我们是为了你邀请来的，真的假的？来，我们先请师傅跟镜头自我介绍一下。看自己，大家好，我们是植物春秋的，人称全智贤，这样就没，因为他在那个好烂的，他在植物春秋的名字就是叫全智贤，但的确有点像，而且在全，我觉得韵味有点像。对，而且全智贤在电影里面演那个最红那电影，就是专门是打的那种野蛮女友的感觉，对对 对, 對。所以你今天会怎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小佑？我开始有点紧张，拉筋是拉筋。没有，来，我们先问一下小佑，你觉得你身体哪几个部分比较硬的？就跟上面还是下面？肩颈的部分一样是肩颈的部分。OK， 那我们先请师傅来肩颈一下。肩颈。那我们就边肩颈边访问我们的小佑。哎，那我先问一下小佑，如果我们今天做这样，你下次还会愿意再冲那个 DA 吗？他的脸可以。小佑，小佑，你刚刚是被提起来吗？没有，你今天像毛孩一样被提起来。你先放松。师傅他这样 OK 吗？他看起来很紧绷，他很紧绷，他就是耸肩。师傅喜欢按摩吗？好，他这个头已经不是他的，他在发抖。好，没关系，因为我们好看就是好看，在边看边打。小天有问题要问他，来问他。小天有问题，就你当初读大学的时候，现在念的科系是你兴趣专长吗？他现在有办法好好回答。算是吧。他的表情。师傅，我们需要很让他有感觉一点。好，我慢慢来，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怕他马上。他
会不会就这样坏掉，然后从此又就变成这样？那现在感觉超有感的。但你平常然后你什么科系啊？我是电子工程系的。那你在家会就是帮家里，比如解决这种电子产品的问题，电风扇坏掉这种？可以，我是可以修。那可是我爸比我更厉害一点。你说谁？我爸。你爸更厉害。你爸是做什么的？他是做木工的。哦。所以他可是不一样，水电类的那些都会。那你是会组装电脑那种吗？装什么？装什么？我没有，我没有。他的眼神充满惊恐哎！对，他的眼神，我知道他，他很像我家养的鱼哎。我没有，我没有组过电脑啊。那你平常我有拆过手机。你现在这样很像小金鱼哦。你拆过手机哦，好厉害哦！你有拆过另外一半的手机吗？就拆，生气生气，把他手机全部分开。没有，我没有，我还没有另外一半。你现在几岁？20，就是下礼拜就20了。母胎单身吗？下礼拜20。那你喜欢全智贤吗？我这样问。我比较少追韩国的星，那行的吗？没有，我们是说你后面这一位，不是韩国，是你后面这位按摩师本人。等一下，我们先，那我们边按师傅，请问这个部位是哪个部分？脑。那他脑怎么样？健康吗？我脑袋可能有点坏掉，好痛。师傅，你确定是按摩，不是真的在掐他吗？我没有真的。师傅，他的脑这样的症状，目按起来是算是就是累啊，很累是不是？师傅，师傅，他的眼睛一天也拉大了，眼睛好狰狞哦。你平常是不是很常在看电脑？对啊。是看什么类的？就是我看电脑的时候，通常就是开播的时候，要看歌词的时候。哦，你在唱歌是不是？对对对。那你现在唱唱个哪首曲给我们听听看？哪首曲吗？我有稍微练一下你的歌。真的吗？哦、怎么可能？哎，现在在想听，现在要飙唱吗？请开始。我有点紧张到忘词。没关系，没关系。小赖，小赖提他一次。等不到也爱。他这样我觉得很难过。他这样真的很痛。你还记得？你还记得吗？你要我稍微记起来了。好，师傅，我们嘴巴的部分让他先方便，方便动。你先按其他地方。好。等不到也爱不到的人，是否最难忘记？分不了也开不了口的人，最难放弃。怎么被爱玩弄故地，但就是输不起。若还有下次，我会把你抓紧。我给我投给他，全部给我投给他。我们现在以师傅厉害，为了九拍跳哎，拍跳。那我们脖子还是没有要放过你哦，你还有除了脖子以外想要按的地方吗？那师傅的肩颈，他的肩颈1到10分大概几分？他的肩颈哦，其实他的肩颈很软呢，真的的哦，还不算硬，没有，可是他手很硬，手很硬哦。嗯，师傅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师傅，你看师傅那个表情吗？主要是他的手。对，在跟飘什么情啊？他很拧神哦，他的手。那师傅下巴拉筋对不对？站着可以拉吗？而且你坐着就好了，你坐着就好了。然后哎，感觉很可怕，感觉要怎么拉？师傅他做什么？哦哦哦！的节目，我们到底多荒谬？你先拿好，我先拿着麦克风，你放口这里，放在这里。师傅，师傅，他这个按的法式要拉他的大腿后侧，是不是？对，后侧，然后还有这边。对，今天这个节目可能是小佑最接近女生的一个时候。哎，真的耶，真的纪念哦。来，光英再问他几个问题。他其实他跟妈妈感情非常好，对不对？对，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你觉得对不起妈妈的事情？吓我一跳，我想说怎么了？我想说怎么这么安静？吓一跳。你有听到我们在说话吗？对不起妈妈的事吗？对，我也痛到忘记了，忘记了。好像听说是妈妈有送的 MP3，对不对？他送我一台就是小小的 MP3， 然后也可以当随身碟用。可是就是有一次我去日月潭的时候，然後是最近吗？很久以前。然后我就是想回到你多荒唐，
哎、欸，我先跟，我先跟在看直播的，而且导播放大之后，那个画面变得非常煽情。我先跟，我先跟所有宝宝们说，只有他来是这样子哦，你不要以为。等一下嘉恩也是，穿裙子然后还在那边，嘉恩也是会。你说把他丢到日月潭，然后不是丢，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要拿东西出来，然后那个包包是有点侧背的，然后他的孔有点大，然后我只想把东西拿出来，结果东西抽出来之后，那个 MP3 就在我面前就是掉下去，然后滚了三四圈之后就弹到日月潭里面，好帅啊！然后我那时候原本很想就是跳下去捡。又被拉住了，妈妈拉住了，没有，就是被朋友们拉住了。但因为你是会游泳的，是不是？会，我会。但那边也不可以游泳，对，那边不能下去。哎、欸，那你朋友拉住你那时候，你有哭吗？我的 MP 上，我的 MP 没有哭，但是就是觉得是很。那你回去怎么跟妈妈解释？我就跟她说我的 MP 上掉，然后结果他们就一直笑我，他说哎，一个 MP 上而已。那太严重了。但里面有很多资料吧？是不是？里面有很多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超喜欢听歌的，就是几乎一整天都可以戴着耳机那一种。那你有唱歌给妈妈，就是面对面这样听过吗？之前吗？我们现在是在跟一个老头聊天吗？以前不会、欸，就是他那种老头感，因为以前我唱歌很难听，然后比较喜欢听歌，所以以前就没有唱给妈妈听。那现在有了？现在的话，他都会在我直播间听，然后边听边抱怨。儿子啊，太大声了！你妈妈在这哦，在吗？在啊，在在在，妈妈在留言。小月妈咪，这样可以吗？今天这个服务可以吗？欸、小月妈咪好像很喜欢看你按摩，哎，记得上次还有提到这件事情，她很开心。然后妈妈说她下次再一起出游，哎、欸，出游，对，她在跟你说话，她跟你一起出游哦，出游是不是？小妈咪说她直播每天听，那妈妈你下次要不要来我们节目抽抽看，也给你一个按摩师。对啊，妈妈男生，妈妈我会用男生的。他妈咪有开播哎、欸，真的吗？而且唱歌很好听，真假的？我都跟他说他妈咪声音很像少女，然后他就说哦，他装的、啊，跟我讲话怎么是这样？好，那我们先谢谢植物春秋的师傅，那最后再宣传一下你们店里的资讯。欢迎来植物春秋玩，哪里有店？我们在安和路二段37号，在大安区。你是几号？我是196号。你们说196号全智贤，他就会出来了。好，我们谢谢智贤。好，那第二位呢？来，小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现在感觉很舒畅吗？很痛，蛮舒畅的。等一下再让他调试一下。第二位是我们的搞怪妞嘉恩啊，他呢是平常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拥有自己的美食频道，然后嘉恩很喜欢宣传美食，有许多店家只要一推出新商品，他就会马上邀请嘉恩去参观这样子，然后对美食有研究的嘉恩，其实美食呢都今天都不知道会不会满足他的味蕾，因为他本身嘴巴很挑剔嘛。那我们今天有。非常，嘉恩，嘉恩，不好意思，我在跟你聊天，没有，他在镜头笑啊，笑一笑，尊重我，我一直在跟他讲话，他一直讲，不是，他就是职业，他就是职业的啊，因为他觉得你今天是话外音，他一直搞不好笑，阿你把我当什么 DJ 啊你把我当广播电台在听吗？你，我今天通常录那种 YT 节目，就是这边会有人讲。有吗？会吗？要啊，我们要这样，因为这边是破口，因为这边有声音那垫着啊。对对对，好吧。那因为我们刚刚就说了，今天这道美食这一个组合，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因为你嘴巴很挑剔这样。因为像其实我今天光是看菜单，我就觉得超满足。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我只能说我现在肚子一直在叫。那可惜麦音没有在叫，不然就是这样呱呱呱。只有你是胃食道逆。哎、欸，但我好奇，你有没有曾经吃过，比如说邀请你去吃，然后你说哇太难吃了吧？我有吃过一个东西，就吃完，因为我通常都有摄影师拍，然后就吃完之后我就吐出来，然后摄影师说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我刚刚吃太大口。然后我之后才跟摄影师说这怎么那么的难吃啊？可是你因为如果合作又不好意思，我顶多就会跟店家说，哎、欸，这个东西我不敢吃，那没有关系。或者有的时候，如果真的人家觉得这是他们的商品，我就会说，你的口感真的很特别，大家欢迎来试试看。因为对你来说、欸，真的是要这样子。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一个影片，他就是要吃一个大蒜的饼干、你说黑蒜头的，对，我就这样，你知道吗？我知道，这真的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不是，我看过那个，
这真的超好吃哦，我是，而且还挑战两次，哎、欸，卖到翻掉、欸，哎，真的假的？没有，因为这个去买了两罐，所以真的臭吗？真的没有啊，真的是好吃的，真的好吃，而且他用一个很夸张的拍法，让大家说、嗯、这到底怎么，然后卖超好，对，荒谬了，你下次可以这样，就是说，一直要呕，一般店家应该会生气吧？他们是。没有，因为你就好女生吧，所以她可能不会太多生气，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女生的优势。了解啊，我以为你是男生呢。哦，其实我的肚子里跟男人一样。开玩笑的，但因为我们今天除了要问他一些美食相关的问题，他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说。因为除了遇过难吃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些题目是我们想说，你之前有在主持的部分，是不是？对，就是之前我有算是电视台的公司、嗯、然后有合作，就是有遇到一些就是这样叫做潜规则吗，还是什么？你被潜规则？没有，也不知道潜规则，那他也没有睡我啊。什么？那如果有人要睡你，你可以吗？不行。他刚刚对不对？他差一点。他说：“佳佳，今天我们有一个试吃的一个店家，然后是在我们的 motel。”不行不行，就只算是就是有时候工作上可能跟人不合吧，然后刚好我就跟我的经纪人那个时候的经纪人比较不太合，嗯，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家就是讲几万块的数字的合作案。然后其实都是非常合理，但是他就硬要加到六位数字。OK， 对，就是三千万、就是很，他也可以没十万，就是两万这样。没有，他就是没有，他就是报价就是报到一个不太可能会罚他的。然后因为通常这是一个技巧，就是如果他不喜欢，那、如果你喜欢可是五位到六位已经差蛮多的，太虚报了、啊。因为那时候他那个经纪人他就讲说。我就是没有让你红啊，我就是不要让你接任何东西啊。来告诉我们那是谁、啊？直接在红这个可以踏法咯。那你们不会遇到啦，因为是电视台的，是那个以前我是电视圈的，电视圈的电视台。爸，我们去哪里？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吗？你先小声跟我说是哪一个？哎哎，小赖，该不会是那个八十六台蓬莱仙岛？你先小声的，我怕。造反！这是东森公司的记者。OK。认识吗？怎么样？他不认识，有可是他应该知道。他根本没告诉我名字，他只跟我说在哪边出现了。是大的吗？是大的，是大的。但我们好像真的不太会去，你们比较不爱去的地方。嗯，对对对。那没关系，我们其实还有除了你被那个后来你就是因为被骗嘛，你觉得是一个骗局、嗯，但后来转战 YouTuber 也不错。就运气还蛮好，才发现原来那么多的人想要跟我合作。就有时候换个角度吧，换个角度，换个方向，才知道自己原来不只有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好的，就现在也吃得很开心。那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哦。好，会对大家可以订阅我，也叫搞怪牛佳恩。然后我昨天有上一个也是吃货的影片，也可以去看看，就是有一点点小福利。可是我的观众都看不懂，我就是硬要漏勾。对，我就是硬要漏勾。那你就是拍错啦，你那个角色好尴尬。对啊，我就是硬要漏勾啊，就观众看不懂。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是漏勾？我先问一下佳恩，你有勾吗？就硬挤的话，但是为什么会硬要漏勾，但是看不懂？不是都漏勾了吗？对啊，因为我那个商品刚好也是火锅，就硬要火锅，然后我夹肉很靠近自己的胸部，你是好夹在那，对，很靠近。怎么那么荒谬？我觉得你在吃肉还是吃挂包，我们会搞不清楚。你知道我吃和牛，真的很好吃。对，那是摄影师跟我分享的一个新的玩法，就说哦好，我就试试看。怎么这么变态？怎么摄影师都不理我？没关系，我们也是慢慢做啊。但今天聊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让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小撇步？我觉得听得很荒谬，怎么了？荒谬？因为他没有，他是说摄影师教他的。对啊，所以代表摄影师套路他自己把字编，然后这样截起来说哇，佳恩的胸部对之类的。啊，误会了，你又是列入一场那个骗局当中。哎、欸，但是我跟你讲，这是我哥哎、欸，你哥。有关系吗？我听哥哥。哎、欸，但是不没关系，但因为我们今天的美食不用让你放在沟里都可以吃。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聊那么久，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料理到底有多好。但是先看一下我们的餐厅 VCR。
好的，我们今天的餐厅是我们来自于这个兰亭锅物割烹的这个部分，然后他们店内中国风的装潢好像穿越到宫廷时代，古装感非常重。然后兰亭采用是日本最高级的 A5 和牛，食材绝不马虎哦，而且还可以用刷跟蒸还有煮的方式料理，将和牛的味道完美呈现。那你隔壁突然出现一个灵异的人，没错。但因为先介绍旁边这位之前，我再讲一下他们的汤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因为他们的汤头呢，除了就是很好喝之外呢，不好意思我在讲话，有听吗？来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他的汤头除了很好喝之外，对，还可以强身健体哦。因为呢，他的汤头里面有就用台湾的茶叶，好，你先放，我再讲话。好 ，OK， 好。因为他们的汤头呢有台湾的茶叶的元素，因为有医院指出台湾的茶叶的那个儿茶素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增强免疫力，没错。那他们的汤头呢就是用台湾正港茶园所产的玉露茶叶所熬成的汤。那隔壁呢就是我们的师傅啦，师傅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师傅好，大家好，我是兰亭锅物跟兰亭烧肉的店长。那今天带来的是烧肉跟锅物，还有和牛卤肉饭。请大家等一下好好享用。师傅，你长得怎么这么帅？好，但是我们在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先公布一下关键字，因为等一下呢会抽我们兰亭锅物的折价券。那我们关键字是什么呢？来，我们的关键字就是兰亭和牛。来，现在先刷起来哦。而且它这个折价券非常厉害，是消费满万元就可以折价2500元哦，完全是三个人同行一人免费的概念，而且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跟新鲜，所以宝宝们快点来留言刷起来。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餐厅的档次稍微高了一点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料理吃的顺序是有规定的，因为怕会影响我们的味蕾。那我们师傅第一道要先让我们吃什么呢？来自 Blackmore 澳洲帝王和牛的牛舌和牛淮扬酒。牛舌，那师傅要是帮我们准备一下，还是已经准备好了？对，准备好了。好的 ，OK， 好，對對對，那我们就一人拿一个哦。茶汤是这个嘛，对不对？好，因为这个很厉害的原因呢，是它采用生食级北海道的马粪海胆，还有这个马粪海胆就是比较高级的，对不对？是，对，直送的哦，然后它入口即化哦，然后里面的和牛牛舌呢，口感爽脆 Q 弹，搭配海胆绵密的浓郁内容，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奢华。而且你们知道，越贵料理通常都是那种一口的，因为越贵的餐厅其实都想要吃的是精致。如果你想要吃的吃饱的话，请你去热炒店。那我们这个师傅，他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是要先吃冷的，对不对？他是烧烤。主要是吃烧烤，把牛舌的那个油脂全部逼出来。OK， 那我们是选用舌根1/3醋，就是舌根的位置最有弹性的那个部分吗？最脆的地方。它这个熟度感觉好完美。师傅通常吃就是一口塞嘛。是。哦，好棒、哦。小赖怎么样？你吃就要吃闭个屁眼。怎么样？等一下，我跟你讲。这个海胆好好吃，我很怕吃海胆的人，因为我很怕海胆这个味道，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平常吃的海胆不太一样。你这是直送的，这是直送的。我看，因为我很平常吃到海胆偏便宜，就会有一个腥味。好吃的海胆它是会带甜的，对，带点，它没有一个那个腥腥的味道。怎么样，小天？好，那关关你先，也不能说，来，小佑。好，加一，没问题，加一吃蛮快的，来加一，你先说。对，我觉得它的那个，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不太敢吃海胆，但是在忍的时候，我说我可以不要吃这一道嘛。但是我一看到闻它的香气，吃下去，它现在是一个会回甘的感觉，而且我不知道它是原本就是冷盘料理嘛。它是热的。哦，可是因为我觉得它冷的也很好吃，哎，好吃的东西真的是冷的也好吃。而且因为它刚刚的切法也是非常的细致，它切的非常的好，然后让大家去烤的非常均匀，来小药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它就是刚开始闻的时候，那个香气还没有那么的逼迫出来，但是呢，就是放进嘴里咬下去那一瞬间，发现哇，肉汁很饱满，肉汁，然后那个肉很嫩。然后因为我是没吃过海胆的，但是我刚吃下去，我觉得它的味道很鲜很香。嗯，真的好吃。哇，你蛮会讲的，小燕蛮会讲，那我很压抑。可以耶。来，关关。
还在吃。来，小天，没关系。就是他吃完那个之后会唇齿留香，因为它的太香了。海胆跟那个和牛蘸在一起，甜一个字。而且不如它的那个肉旁边是有，就是那种烧过的感觉，炙烧，炙烧，烧过的，炙烧会小厨，就是有，不然那么讲，哎，它旁边有那个山葵耶，我刚刚有问了一下。但今天除了这个前菜，大家吃的满意吗？满意。通常就是进店第一个要吃的，对不对？是。前菜。第二道我们要吃什么呢？我们要来自澳洲 Blackmore 的和牛扇子肉，然后我们会选用，腿部的位置，因为油脂比较没那么丰富，然后会选台南牛肉汤冲烫的方式，然后冲泡和牛。小赖，小赖，那我们请师傅来做一下，因为他刚刚一直看我，有点害羞。谁？老公。什么时候变老公了？老公，你先师傅来帮他服务一个看看。那我来介绍一下他这个料理的菜色。它这个菜色是小农器做的玉露茶为做基底，然后结合我们的常备炭软化水质，然后呢，它这个非常特别是冲泡出我们最独特的玉露茶汤锅底。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嘛，玉露茶叶这个是有一个免疫力的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喝了这道汤就会更有养生的感觉。那它那个还有玉露茶汤，它会倒在我们的和牛腱上面，那牛肉也不会过热或者是过熟，就会保留它的口感，然后那个茶汤融合和牛精华，就有如在喝我们的这个牛肉汤，甚至于完胜我们的台南最有名的牛肉汤。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级。所以师傅，你现在还在煮它是不是？那可以的，可以。好，那我们直接装，可以直接装，要直接淋上。店长，你们那边的颜值有在要求吗？好，我们第一点。好，你们的店有在要求颜值吗？一点点了，但不得不说你长得很原本，你是厨师吗？你们先喝，谢谢。我半厨师啊，好。因为他就是因为台南牛肉汤，大家知道厉害的是他那个牛肉就是要生生，然后这样快速烫过，然后就赶快吃下去。对，小赖，你接关那个好麦克风。我发现它的肉不只有一个，哎，好多哦、喔，就是一个肉，那个是一片一片拉起来吃，好，一片一片拉起来吃吗？哦，好，那个黄色是什么？那是德岛的柚子，我们会抽点德岛柚子皮去增加香气。好，嗯，所以等下不只吃到柚子香，还可以喝到就是茶的香，对，还有和牛的甜味，好期待。对，我们先吃完，那个家人他这样子就有熟吗？算是半因为牛肉汤就是要吃那种生的，不能太熟，因为牛肉就是可以吃到它那个鲜度，鲜甜，而且它是很嫩的肉哦，就是吃起来还有刚刚师傅说的又香。对，好，我们现在大家快速的先喝一下我们的肉汤。你有看到嘉恩吃的多假吗？我都这样子哎，他刚刚给我这样，好香，给我在那边，因为他就是假女人。好，来快速的喝一下。那个我们这个汤原本就有一个非常鲜甜的味道，我一开始以为只是茶的味道，但师傅好像有昆布在里面，是不是？是有。嗯，好嫩，真的很好喝。备长炭，备长炭是会主要是净化水质，吸附水中的氯，释放水溶性矿物质。那接下来我们要吃完了以后，我们要进行了那个，那你们要不要说一下你们吃的那个口感？肉的油脂超多的，对，吃超嫩，是我超喜欢的。所以你们很可以接受这种微生，我超喜欢吃这种感觉，就是没有熟的东西。那小柚都吃光了，你是不是很爱这道食材？觉得它的那个肉片的厚薄度是刚刚好的。对，因为它肉质很紧。小柚来你这边，好。它现在就是用汤，然后来烫熟，可是它这个因为它的那个肉是比较薄一点，所以马上就熟了，而且它汤真的非常非常好。对，没错，因为它的那个我很怕很生的牛肉，可是它吃起来完全没有那个味道，哎，因为有些肉不新鲜就是会有一个味道，你会很害怕。腥味。对，那我们刚刚吃完第二道呢，第三道，好，我们先抽奖哦，那我们那个在这边。好，我们先搜关键字哦，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折价券哦。大家准备好了没？好，我们就师傅就直接做。停。好，请截图。怎么截图？我尴尬了，截图。哎，旁边在下面。好的。好，我们来看。要看得到的五个吗？可是好，我们以看得到的五个。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这个情场人气王 Island， 恭喜 F U Y J J 答对了，还有我们这个允言 Una， 恭喜允言呢，还有我们的婴儿 Dora， 还有我们这个甜妹林果，这里来三个哦，这还这哦这不是，来好来，那我们再一张，那换你喊停，再截一张，我们先把这个按掉哈，好停，等一下，一二三停。好，来再选头两个，从上面数下来的。如如擦身而过，如如擦身。有啊，哦、有。所以是如如 Ruby 得到了，恭喜。还有我们的梦到你也可以获得了，恭喜这一位哦。那接下来呢，师傅要为我们准备的是真藤日本黑毛和牛 A 五沙朗。但因为它比较特别的是呢，它是采用市面上少见用蒸的方式烹调我们的肉哦，用我们的茶汤蒸汽将牛焖熟，蒸一分钟的黄金时间呢，它的油花呢就会完美的保留不流失，而且刚刚有讲到这个肉呢，就是我们 A5 的和牛沙朗，中间会包覆日本的大葱，增加的口感，所以它应该是快速这样烫烫就要赶快吃了，对不对？而且因为它的那个葱还经过了烧烤。我真的第一次吃真的肉、我也是第一次吃真的牛肉，而且下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用那个茶叶的汤、要烧好兴奋，好兴奋哦，看到肉卷起来、我整个都很卷好嗨可以真的好香哦，好香哦，好来两位来宾先享用哦，他还要加上我们这个，不要再帮我们做其他片。他说还要加那些水菜跟我们的这个洋葱，还有牛蒡，增加肉片香气。那师傅吃的时候要一起吃还是分开吃？我会帮你剪一块。哦，这么贴心，谢谢师傅。你是会剪成三段。哇，好贴心哦！所以去现场也有这样的桌边服务吗？哇，全桌边服务哦。OK， 好，那我们男生就剪一段就好了。好。马来西亚已经剪了，好，那我们先分食这个肉，就一起吃好了，一起对啊，刚好一块，对，因为煮这么小，时间不够哈。我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师傅可以撒上，哇，师傅这是什么？这个是盐吗？胡椒盐，盐之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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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跟那个海盐去，大家一起试吃。好，小赖那边有，那师傅先帮我们准备我们的下一道，你的寿喜烧的部分。好，我们先试一下，讲它。我们让师傅来这里，你们先试，你们先试。好，那里面有包葱段，你敢试？嗯，这平时比较少，好好吃哦。怎么样？它的葱非常清脆耶，很好吃，香菜超级好吃，你要肉超香脆。就肉真的好嫩哦，因为它这个葱好有味道哦，怎么它水菜非常香耶，怎么可以这么棒？因为它综合了那个肉的味道，对，就是不腻，而且那个盐好好吃，我觉得盐之花真的是关键耶，又吃这个吗？撒上去整个就是这个超提亮，提出它的那个味道。来，小佑平常常吃这个 A5 和牛吗？没有，不常我吃那种便当店的那种小牛肉。那今天吃完你会觉得有点差吗？骰子牛吗？我觉得它，因为一般吃肉的话会觉得就是怕会吃到太腻，对，但是它的肉是特别清爽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也开一个美食节目，我觉得你可以，你蛮会讲的。好，那我们下一道料理呢，是我们的寿喜烧，没错。那寿喜烧呢，有一个日本 A5 和牛的煎了用寿喜烧方式，能保留我们的肉质的软嫩以及甜度。那锅中呢有水菜、洋葱以及牛蒡来增加那个肉质的香气，而且涮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下蛋液，才可以保留它这个味道。然后非常迷人，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品尝这道料理。好，来你们两位先吃哦。这个弄完之后要沾一下我们的蛋液再吃哦。它的油花超漂亮的，而且等于说呢，你今天来这家店呢，你可以吃到，你直接吃，直接吃。是啊。你可以直接呢吃到不同的，用蒸的，然后用汤的，然后用寿喜烧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可以让你吃到不同种烹调的方式。只要你来到我们的兰亭锅物，好棒哦。兰亭锅物主要师傅都会在旁边帮忙烹调，他说全桌边全桌边服务哦。这让我想到粤语一段话，满嘴齁狗屎，
什么意思？满嘴花果，那中文是什么意思？满嘴花果西就是你吃东西不只是在吃上面的感受，还有就是眼耳鼻口。哇，满嘴花果西，真的。来，你们两位刚刚吃完感觉怎么样？哦，因为其实像我第一次关关跟我们小天去吃一下那个寿喜烧，我一开始以为日本的东西会比较偏咸，结果他吃完也是会甘甜回甘。我觉得它的洋葱搭配那个和牛真的是绝配啊，好香啊！来，小佑。就是我以前去吃过寿喜烧，但是它那个味道有点偏咸，我吃过的。然后它这个就是搭配那个洋葱的甘甜，就是在吞下去之后会在喉咙有点流韵。流韵，我会讲流韵这个词，你怎么想的？流韵，留下那个韵味。然后你曾经有跟家人一起去吃过大餐吗？就顶多牛排这样子。OK， 下次可以带妈妈去吃这个，可以好不好？可以。我们下师傅认识了，也许可以点折扣。对，因为我们刚刚那五位已经获得优惠了。好，等一下我跟小瓜再吃吃看。这一道我最喜欢了。好，那我试试看。而且我觉得它厉害的不只有肉，哎，它蛋也很厉害，加上去蛋液，对，蛋也很厉害。蛋液加上去之后，然后那个汁更嫩，对不对？因为寿喜烧其实就是要这样。师傅好了，我们没关系。对，已经。师傅要再帮我们去准备神秘料理，好，没问题，师傅。那我们请师傅来帮我们准备神秘料理。为什么蛋这么好吃？那你们今天吃完最喜欢哪一个食物？这个，哎，这个寿喜烧怎么样？很好吃，它蛋超香。不是，因为一般来说寿喜烧跟那个蛋的话，它蛋很怎么讲，很顺口哎。对，而且它蛋好像真的可以，你它蛋也没有腥味。不好意思，关关把我们的蛋液当汤把它喝完了。也没有，请问我们其他肉要怎么沾？就才两个蛋液，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因为它的蛋液很像浓汤，对，非常浓郁，它没有那个蛋味，而且它的蛋液，对，我把它干了，很像那个什么，就是是稠稠的那种，很像卡士达的那种概念，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刚以为是奶油哎，对，然后就没有一般寿喜烧的那个咸，没有那种深深的感觉，对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因为它每一块肉都好好吃，而且烹调方式。你可以一次吃到不同四种方式。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下下去了，我来下桌子喽。好想吃，好不好？因为我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想吃什么？没关系，我把蛋液喝完，我们大家再吃。我已经下一下这个桌子，我圆满了。又把日本那萌萌说又把日本那套搬出来了。好，我们来站到中间哦。来来来来来，因为呢，我们刚刚平常家人有吃过，来一到十分，我们请我的美食 YouTube 家人一到十分，你给他几分？11分哇！哎，我没有作假，是我真的，我自己有吃过和牛，但是我觉得它没有让我那么的难忘，我就觉得说，哎，和牛，就这样啊，就很贵的肉，但是今天真的让我吃到，我下次我可能出个钱啊，再去他们那边吃看。OK， 对，因为不便宜。今天笑什么笑？我们今天就是会打折，我们两人同行一人免费。没有，所以呢，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来上我们 Davis Angel， 你不要花到任何一毛钱，你就可以吃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大方，要送给大家折价券。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东西啦。我们刚刚吃的这个和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非常有名的店家。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在他们的食物上，像刚刚师傅就是每一道都要亲力亲为，然后等到我们吃完，他才开始做下一道，然后导致于我们现在时间很不够。因为我必须说，因为一般说我也是常去吃这种高级料理，因为高级料理通常那个吃的时间顺序都很讲究，没错，就是我只要顺序吃错不同，别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因为关关跟小天应该很常吃这种高级的东西。我是看得出来。来，关关你先讲评一下。我是看得出来，是不是常吃？你的 IG 还不明显吗？就是我觉得它肉质真的很好，然后我超喜欢最后那道蘸蛋，那蛋真的超好吃，我可以再喝十碗。你说纯蛋液吗？蛋不是来喝的，但因为他已经搞错重点了。因为今天除了蛋液好吃以外，我们那个神秘料理也即将要完成了。我好期待哦！其实那个神秘料理，可是我们是不是一次吃不到？没有没有，今天的神秘料理刚刚已经说好，我们四个都吃不到，我们全部人都吃不到，只有他们两个吃。但我必须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呢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对，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关卡给大家说，我们要达到几票，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才会收集到那个票数，所以他们两个才可以吃。那如果他们两个都失败的话，
就是我吃。哦，哎，我们也可以吃吗？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会有一个，因为全新改版嘛，所以每一个东西我们都会设计一些游戏关卡。那这次像我们要吃到这个神秘料理的时候，我们会上一个票数，对，就是你要达到这个关卡，你才可以机会吃到。所以要请嘉恩跟我们的小佑要来跟你们的宝宝们一起来打气，说鼓励他们来投票，让你们可以吃到这个东西。没错，哦，那我先吗？没有，等一下再来，因为现在也可以换票，还没来啊。但是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趁现在还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请关关再跟大家讲一下，来我们节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奖励呢？再跟大家重复一次，考验的记忆力。来，直接被考试了，逼迫我们了，直接被考试了。来，节目中投票第一名的主播将获得大伟哥特制的 DA 徽章，耶！然后还有大伟哥自掏腰包，每期榜单前五名可以获得奖金跟好礼。没错，就是我们第一名可以获得3000元奖金，跟我们直播框一周。那我们第二名一样可以获得1000元，以及我们直播框也都是一周。那我们第三名有500元，跟我们直播框一周，所以四五名也是一样有奖金的，一样有500元。重点是直播框超级可爱，对，我觉得这个直播框真的超可爱，超可爱，是动态的。那现在呢，我们神秘料理即将准备好了，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神秘料理登场。江江，神秘料理是这一位朋友，来，我们请你过，多欢迎欢迎。那我们今天呢，要请我们的小天跟我们的这个关关一起来，要先揭晓之前呢，我们先讲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这稳多。第一个呢，他是平民美食豪华的升级版。第二点呢，它是只有在深夜12点才会出来，而且它限量100碗哦。然后你如果提早一个小时去排队，你还不一定吃得到。那个不，哎，你有没有听到那个不要加重，就是不一定吃到，你去也没有一定可以吃到，而且这是特别，所有人会觉得它是平民美食里面最高级的。你先闻闻看味道怎么样？你闻这个盖子就会闻到它的味道。你妈真的闻。你先这样偷闻一下，偷闻一下，先不要，浓郁，荒唐到不行。有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复杂的味道，复杂味道在一起。好，那我们直接打开那什么了？3、2、1，美食出饭！哇，这是平民美食吗？我跟你讲，它是卤肉饭，卤肉饭没有，可是它上面的肉哦是和牛。哇！而且它这个蛋，这个蛋一定要那种半熟蛋，半熟蛋，然后有点脆脆，拿到饭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给大家先来闻香了。那我们先要派出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卡到底要获得几票才可以过关呢？我们先看一下字卡。字卡。那现在我们公布要300票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那个投票系统先打开哦。那我们要打开之后呢，我们要请今天两位天使来跟大家拉票一下。那我们所以呢，每个人要到达300票才有办法吃。你先闻，给他们闻闻看，给你们闻香一下。你们先闻，闻完才知道等下拉票的那个力道大概要多重。直接下。你有闻吗？好浓郁哦！你的那个浓郁什么有点情色？先从那个蛋的味道，然后慢慢的葱花，可以可以，然后酱菜，我看最后再到最深入的那个肉，看没最深入哦。beat 他，PK。好，那我们现在要拉票了，我们3、2、1，来，嘉恩，请先跟你的宝宝拉票。大家赶快帮我投票投起来，我真的好想吃和牛。你知道我平常是不会叫大家帮我投票，但是今天一定要，因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这是和牛卤肉饭的，你们看着我那么省，一餐只有50块，难得可以吃到这一餐，拜托啦，赶快帮我投票投起来。好的，来小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投票，我真的还没有吃过很高级的和牛。你刚吃啦，你刚吃了，我平常也只能吃那种就是20块的卤肉饭，你知道吗？不是火焰骰子牛吗？没有没有，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便当店的那种。连便炒牛肉。没关系，今天就是有机会让你们吃到，希望大家可以，所以希望大家赶快帮我们投起来票。謝謝。但因为要试吃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让我们的一个试吃员来为大家试吃，没错，看这个东西到底有那么好吃吗？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试吃员小赖。好期待哦！我看一下，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不好意思，这个试吃员会不会太可怜？请问那个是吃什么的？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是要吃
不是，就是试吃员，我只能先吃这个，拍到这个量吗？来看到这个量，这是我试，我先一小口，一小口，因为现在三百票，我先让大家慢慢冲起来。来，嘉恩，你再给我，你再要求一下。嗨，哎，人人人，我教你们怎么投票。来教大家，手机打横，小右现在。手机打人，手机打人，赶快帮我帮我冲起来，三百票就好，不要求太多，我先试试看300票就好。怎么样？好香哦！哎，我都闻到了。哎，其实你还是最幸福的。对啊，你可以那个表情，直接可以不要这样吗？不要这样吗？你告诉我们，你不能输小右。不是，我不跟你讲，因为我很爱，我是很爱吃卤肉饭的。然后呢，它的肉因为是和牛，它的肉咬下去是很扎实的那种乳肉，然后是很香的，不会让你肥不肥，完全不肥，它是那种瘦肉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好香的那种。对，然后它的肉，因为有些卤肉饭的肉会吃起来很咸，它看起来颜色很深，可是它完全不咸，很入味，感觉一粒肉就可以配五口饭的感觉。可以，可以配五口饭，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一个。它的肉很入味哦，它的乳汁。感觉是乳非常久才放到这个上面的，大家赶快冲起来！哎，现在小右在96票了，我好饿，拜托大家投票。我现在到27吗？好，那我们最后到50秒钟，疑似好像都吃不太到。50秒吗？这么快？这么快？好想吃，那我把它盖起来喽，你们吃不到了。不要 ，sorry。300票，应该是为了投我们的选项。9、8、7，来再跑，我们再数慢。有嘞，有在动，动起来，动起来！好，谢谢，谢谢，来，谢谢，让大家再投一下啦。他们很久没来，又没有吃到这个，300我就关，没有300我就打开。现在只剩一个凤凰哦，还有啦，好，关了，还有跟嘉恩的票，拜托各位，大家彼此看，我这个盖子要盖起来了，大家。没有，我跟你讲，因为通常我们每次在叫主播拉票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爱拉不拉，说大概7点到8点，谢谢大家。今天特别说，好想吃，而且你刚刚有发，我把那个盖子要盖起来，他们把我推开呢。不要，小右，小右，小右可以吗？谢谢微微，小右不行了，我们要关了。等一下，小右真的很可怜，有小右在跑了，小右真的很可怜。我想吃和牛。小月在那边折来折去，赶快！小月姐，快了快了，小月快了，小月折很多辛苦。三百了吗？这盖子要盖起来了。你们战胜了盖子，你们可以试试。来，一人一碗。差点出车祸！来，一人一碗，都可以，都可以，一人一碗。哎，你们不能吃，请给别人。不想放，他不放手，哎，怎么办？好，来一人一碗，拿着吃，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两个都吃不到的。家人很急，因为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吃。OK， 那在他们吃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开启我们原本的投票系统。我们呢，今天的投票也是非常非常踊跃，大家真的很帮忙我们这两位朋友，让他们可以知道。哇，嘉恩，你这是不顾形象吃哎，怎么样？好，小右来，好，他们先慢慢吃，因为这个比较难食用啊，我们先一层一层的吃。但我们先谢谢今天的兰亭锅物哥婆提供这么特别的5样和牛料理哦，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品尝看看他们的店家资讯。都会在我们的粉专 FB 上哦，所以你只要上网搜寻兰亭锅物哥烹就有咯。而且今天抽奖到我们这个朋友，他们都可以一起去享用这样子的状态，算下来你抽到这个折价券就是3人同席1人免费，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的部分，好不好？而且刚刚那个什么，你在吃的时候，我侧面又听到你咬那个蛋酱油，咔嚓咔嚓咔嚓，真的假的？那么多脆，因为他刚刚咬就这样，沙沙沙沙，那个。有，小右不好意思，你是没吃饭。小右已经半碗已经没了，怎么样？好香哦、小右已经吃完半碗。它、的蛋真的很厉害，它是外酥，然后里面还有半熟蛋，所以你在拉在这个肉上面，那吃起来的口感真的是没。因为这个蛋是需要功夫才能煎出来的。通常你说，我刚以为那个蛋呢，就是可能咬一下那个汁会用流的出来，但是我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是直接。
爆开来的，口爆在你的嘴里。那我们今天还是要上我们的实习生投票咯。好，那你们讲一下那个卤肉如何？今天最厉害的朋友，我觉得那真的不是卤肉，那真的是和牛。我第一次知道和牛算是属于比较干的，然后它也是吃起来是能够有口感。因为其实和牛最主打就是它的油花，很多和牛吃起来可能有一部分的来讲都是牛好的脂肪，但是它的这个卤肉饭吃起来是可以扎扎实实吃到牛的肉。对，牛的肉。对，你刚刚吃卤肉的肉吗？我们的如果单吃那个肉的话，会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偏咸啊、哦，但是那个蛋液一淋上去，它整个温和起来了。哇，就好像一只奔腾的牛，突然放慢的速度。你有看到牛在跑步？牛在跑步，有中途间的跑步。你不是20岁吗？怎么那么浮夸、啊？你这个人，好吧，今天被按摩真的合理了。后面给你好好的东西。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投票就是要争夺最后那个天使的天使实习生。那我们现在搞怪妞佳恩有一票，对，刚刚那个300票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边吃的过程也是边拉一下票，好不好？好，来，没关系啊，给小佑啦，我有吃到就好了。哇，这么好，我就觉得很棒，有这一碗就整个就哇，哎、欸，有这碗他们都吐了。你们还是要去，哎、欸，小佑投起来，没有，因为今天得到第一名的奖励就是有那个直播框，对，有我们的那个奖状，还有大伟哥特制徽章啊。OK， 不是直播框，是特制徽章，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帮他们刷起来，因为他们希望来到节目上已经拥有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大家还是要帮他们踊跃投票。哎，第一名还有店家的优惠券，来再重新讲一次。你刚刚眼睛为之一亮，哎，他刚刚第一秒那样。好，来，怎么样，小佑，要拉票了吧？我觉得你先，你可以带爸妈去吃，哎，对，我可以带爸妈去吃。好，我还可以带哥哥去吃。好，这个热腾腾的奖，先说一下你的开播时间。我的开播时间是晚上10点之后。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DA 这个节目，对。那如果有一个 DA 的那种勋章的话，对。然后我又很爱跑骚，到处跑。那你好适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那个 DA 的勋章，多么的可爱，就放在我的名字后面。真的吗？很老套呀、啊，这个人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可爱。好，来嘉恩也来拉一下票。我们现在要来那个，谢谢娜娜帮我投票，谢谢，她是一个正妹主播，因为我是很认真在吃，谢谢谢谢。好，来谢谢我们的嘉恩。但因为大家在投票的状态下，我们还是要再帮大家宣传一下，在疫情期间呢，成功抽中上节目的主播呢，如果因政府公告了需自主或居家隔离者能请假录影延期上节目，那这个延期会延到14天以后，所以就是第三个礼拜才会让你上节目。那请假的状态只限于疫情间，那其他的以政府公告景点为基准。那如果政府没有公告的景点，我们是没有列入这个标准的，好不好？那请假机会也只有一次，如果你有第二次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你保送啦。那如果你有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制作单位也会用最后的那个最终权利的决定的权利。那请假如果需要那个附上我们证明给制作单位，不管是你的照片或者是订房资讯等都可以提供。那如果你无法提供的话，我们将视同放弃上本节目的权利。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五点是请假者录影时间将调整为出游日往后14天以后的礼拜五。那如果那一天没办法配合录影的话，也是视同放弃。那如果第六点是抽到上节目之主播当下留言告知你正在隔离的话，我们也是会通融你的哟，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诚实以对，不要说谎，好不好？然后我们制作单位会提供另外一个录影的节目资讯跟时间给你。那第七点是参与录影节目的主播，如果抵达现场的时候量体温一发现 ，Oh my god， 37.5，没错，请你马上回家，转头包包立刻走，马上直接走，也不可以多留，因为我们这是要保护大家的权利嘛。那你如果有这些证明的话，然后要提出你是非确诊者，我们录影时间将调为你病好了以后的那个礼拜五，没错。然后呢，如果没办法配合演那个录影的话，也是要视同放弃。那最后呢，抽中节目的主播，如果你是我们的这个肺炎确诊者，为保护我们确诊的这个隐私还有我们这个他人的健康，我们将取消你的录影，但没关系，我们还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补偿你的。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个票
料还在拉嘛，你们饭也吃了。我看他们，我第一次看到来宾把那个饭全部吃光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我也可以好，因为今天就我们原本有一个加码，我们之后的节目可能会看状况来实行这个天使加码的游戏。就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游戏就是被大家广受喜爱，所以呢，当如果票数很悬很靠近的话呢，我们就会用加码赛，赢的人可以直接加100票，由我们制作单位这边加100票。对，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就边吃饭，我们就边公布最后的得奖者。好，我们最后倒数10秒钟，来10 9 8 7 6 5 4 3 2 1，来关闭我们的投票系统。小右边数边微笑哈。你当然讲，他刚讲是在记得。那我们最后的第一名呢，就是我们的小右。我们请小右颁奖给我们的小右。好，我们先把放到旁边，等一下下节目可以继续吃嘛。真的狼吞虎咽。好，恭喜！来，小右再讲的是你的 ID 跟开播时间。我的 ID 是小右 YO 一个枫叶，然后我开播时间是晚上10点之后，大家都可以来听我唱歌聊天。好，那今天第一名呢，除了有那个奖状，还有大伟哥特制徽章，以及有我们的兰亭锅物的折价券，你可以带家人去吃。那好，那家人也再跟大家讲一下 ID 跟开播时间。Hello， 大家，我是搞怪牛家安，我的开播时间是平日的话是晚上7点过后。然后假日的话就是想播就播，所以大家可以 follow 我才知道我什么时候播。好的，谢谢两位，请把你们的饭一起拿下去哦。谢谢，好，来吃完了，好，吃完就放到这，你要继续吃的话就拿下去哦。好，谢谢。好，来，谢谢两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抽出我们下周的来宾，看谁会来吃我们的美食料理。那今天我们一样，哇，今天票数怎么那么高？大家是我的朋友，不好意思，那个运动会怎么都没有人要来，然后一吃东西就这么多人来。明星配，给大家5秒钟哦，配先把星配叫进来好不好？配配是我的 friend， 他已经来了，好来，5秒钟哦。好，第一个是我们的林星佩佩佩，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千弟 Marvis， 还有我们的咪咪酱，以及我们的乐乐儿，还有我们的凯恩，来，这五位可以获得我们的现金，然后前三位会有现金以及我们的直播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喊一下林星佩，他刚刚已经说他在了，请问你可以来。他刚刚说什么录影什么的，他已经说可以录影了，恭喜我们的佩佩，以我们10000票的资增上我们的第一名。然后现在再抽下面两位，然后他又可以获得3000元。那我们先跟他提醒一下，如果你是隔离者或是居家隔离，你先告诉我们名额是可以保留。有的哦，不要欺骗了，欺骗直接取消，加上法院哈。好来，上法院，好好，抽喽，先抽我们第一位，63号，请问你在吗？好，还没讲名字，稍微，太好了，唱客乳蛋，可以先告知我们你有没有被隔离哦哈，这是最重要的哈，比你们来录影还重要哦。嗯，代步，佩佩，请问你有乱出门吗？他说没有，没有哈，我们会调查。在，可以录影吗？但请问有没有被隔离？啊，哦，现在还要多一题。没有被隔离，很好。那请问可以录影吗？请问你可以录影吗？都太好，没隔离才能说可以来录影哦。没有是什么？没有是说可以，恭喜，可以，佩佩跟卤蛋，佩佩跟卤蛋，来下一位，请先回答我没有隔离才可以来参加。下一位，你抽，11号，很前面哦。瑞，什么啦？认识吗？选手是我们的新同学，对啊，是我们。对，那瑞，请问你有？哎、欸，也太会抽了吧！哎、欸，你今天神抽、欸，照顾自己人。瑞有在隔离吗？你今天很那个哦，六。他来了，在，有需要隔离 吗？好厉害哦！瑞最近有出去玩吗？没有在隔离，很好。神抽真的好神哦！神抽欸、可以来录影吗？瑞，神抽，神抽，跟我说可以吗？神抽。好厉害哦！对啊，好厉害哦，神！你今天而且刚下面看到社会你赵哥，那你哦看到了，真的耶，差一点点、啊、你还记得他的故事吗？可以耶、yeah ，来，我们请关关。
然最后宣布哪三位呢？我们下一班的主播就是林心佩、卤蛋跟瑞瑞，恭喜三位。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留言抽中礼物的宝宝们记得锁定我们一期的 APP 小帮手讯息，所以才会确定你有拿到这个奖品哦。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讲一次奖励吗？要，好了。好，那我们关关再跟大家讲一次最后的奖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到底有哪些美好的奖励可以给大家呢？来。今天奖励有非常多，在这儿给你看。好，我们上节目第一，哇，来了，记忆力，请开始。投票第一名的主播将获得大伟哥特制的 DA 勋章，然后接下来呢，大伟哥还会自掏腰包，每期榜上前五名可以获得奖金及好礼。没错，然后呢，还有呢。那么第一名可以获得3000元跟我们直播框，跟我们第二名可以获得1000元跟我们直播框，第三名可以获得500元跟直播框，而且都可以长达一周。那我们第四名、第五名要有奖金500元。再次谢谢我们大伟哥，谢谢大伟哥这么慷慨，大伟哥真的很棒。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改版都非常的努力，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厉害，像我们制作单位就会邀请好吃的餐厅。然后大伟哥又会提供大家这么好的一些礼物跟我们的这个奖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玩。但是今天先跟大家说，因为今天是我们改版的第一集，所以可能中间有一些等待时间比较长，先跟大家说 sorry。我们接下来会慢慢越来越顺利的哦。对，那因为每次有人说我们每次改版都很棒，好感动，真的吗？就是如如是家人讲的啦，没什么好。因为真的很用心，是我们每一次都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因为怕大家腻了，而且因为我们的节目是非常长久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如果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餐厅可能就是人潮没有这么多。那如果你想要上节目来多多宣传你们的餐厅资讯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找你们？可以找我们的资讯哦。那希望有更多更好吃的美食来陪伴大家啦。那最后我们变回彩蛋，就是我们上周的第一名雅雅宝宝。好，有没有要宣传的？那我先宣传一下这个。昨天呢，也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素食爱情》，是四间情景合唱的。让大家可以去点阅订播， yeah, 订阅起来。是非常帅气的，有没有要宣传的？没有，最近没有。你有吗？最近没有。好，都没有哈。好的 ，OK，、到时候再说。欸、你说，我4月17号会去参加那个《当我们拉在一起》。跟谁拉？跟拉哥吧。请大家可以锁定一下，看完之后记得要来 DA 哦。那因为最近真的我们都不能出去外面，所以其实我们都会推出一些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在家刷起来跟听起来，好不好？真的。那我们现在片尾彩蛋是我们的雅雅宝宝。那我们希望大家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还是要锁定我们的 David Angel， 因为我们全新改版在4月的时候上线了美食单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如果你有想要来推荐的餐厅，也欢迎私讯我们的小编。如果你们找不到我们，只要搜寻任何的 YouTube， 然后任何的地方 Facebook 都还有一期直播都可以锁定，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雅雅宝宝。我的开播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晚上的9点到凌晨2点。那这一次的投票，非常感谢我们联盟的盟主困宝，还有以及我们家的雅宝家的宝宝们，非常感谢你们帮我投票，让我能够成功拿到天使实习生的一个资格。谢谢大家。